大海捞针吗？那我倒是经常做。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什么比人心更复杂、更深邃，就像是汪洋大海，探寻人们心底的秘密，找到存在于细微中的症结，就像是在大海中找一根针。这么说来， 我们心理医生每天的工作，可不就是大海捞针吗？承蒙夸奖，我甚荣幸。 文图起见，还是检查一下吧，我来就好。可不能叫女士做这种粗活儿。这个东西是酒精棉，还有创可贴的包装纸。 但奇怪的是，酒精棉上并没有血迹。极有可能。 利州和沈西打碎了花瓶，利州因此受伤。创可贴和酒精棉很可能是用来处理伤口的。不过，酒精的用途可不只是消毒清创。电话线可能是立州拔掉的，但也没准是沈西自己。如果想和情人度过甜蜜的二人时光不被打扰，拔掉电话线是个不错的选择。 我看看。 这是一份激素水平和心理健康的检查报告，但并不是一般体检会检查的指标。文件后附有初步的诊断结论，应该是出自专业的精神疾病诊疗机构。不能确定，但从各项指标和被试的答题情况来看，我并不认可报告给出的结论。 检查结果认为，被试患有抑郁症，但我认为被试的准确病症是双向情感障碍。你可以简单理解为，同时患有抑郁症和躁狂症。患者会时而情绪高涨、暴躁易怒，时而又情绪低沉、悲观绝望。 这是一种严重的慢性精神疾病，患者的自杀率很高。大概只是受托化验吧，医院将化验工作委托给专业机构，也是很常见的。 想向法庭证明凶手是立州，首先要向江明月核实立州与沈西的关系，确定作案动机。第二，我们还要找到立州对巧克力投毒的直接证据。试试看吧，实在不行，我们还可以换一条路走，比如完全排除陆景和的作案嫌疑。放心吧，我们这次是有备而来。 而且经过上一次的询问，江明月应该多少猜到我在场的作用了，所以这一次，他不敢了。